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呃，我是代班主持人石板明夫，呃，最近呢，立法院关于这个国会职权修法的问题，呃，吵得非常热闹。那么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请到了这个林楚音委员，委员好，石板好，大家好，还有黄鹏啸大哥，委员好，<laughs>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好，那个 <laughs> 最近大家都很客气啊，这个不敢表示过会是吗？哎，你你你你,你不要说的这么明白，<laughs> 我们我们心里都很明白。<laughs> <laughs> 好，那个朱英委员，最近这个首先这个职权修法。 突然之间冒出来，然后一下子就是对立的这么激烈。我想很多的观众还没有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先稍微简单一下讲一下这个修法是怎么回事啊？好，其实呃，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大家聚焦讨论的这个修法，其实讲白了，它其实是立法院规范立法委员的一个法案，所以叫做《立院职权行使法》。 那么现在，呃，蓝白两党都一直在说的所谓的国会改革，但是内容为什么引发争议？是它不是改革？如果是改革，应该是改自己嘛？比如就像我们自我反反省，我们讲司法改革，那是要改革什么？改革检察官的办案，改革法官的判决，不要出现恐龙法官，这是规范这个呃法司法呃司法院的相关的法官或检察官。可是国会现在法案变成是国会扩权。 等于是说，让立法委员在现有的权利底下拥有更多的权利。就像刚刚开场的时候，彭少大哥特别跟我问好，因为他现在非常担忧，如果说这个法案真的三读过关了，因为现在是二二读、三读之后还有总统公告会开才会开始实施。那么未来，如果我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来录我们《三国演义》，但是黄彭少先生。 明显的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是>我可能就你所现在的言论自由，我必须要就台湾是否现在言论过于泛滥，<是>邀请您到立法院来做公听会来见证。请要 <其 S 1> 多多担待，<laughs> 我不敢藐视国会。<laughs> <laughs> 这个其实都不是开玩笑的，<笑><对>这都是真实的。现在在依照就是所规呃《立院职权行使法》所通过的四十七、四十七、四十八条里面的条文，就规定了。 呃，不只是政府官员，包括了呃社团，然后法人，法人就是这些公司行号啊等等，还有就是我所设定立委们所认为需要调查的事件的社会相关人士。嗯、所以我举个例，如果我说我是媒体来的，<對>我现在要来看看大家的媒媒体上面是不是过多的假讯息，嗯、或是过多的那可能在场的大家就有可能成为我们所应邀的社会相关人士，<對>就像。 这个中国不是说对于这个言论，嗯、呃，这个名嘴的言论、嗯、是啊、呃，要来予以制裁惩戒。嗯、其实这一条如果把它往上往前推，那也可以做到这个部分。对，日本古代江户时代那个大明有大明行列，给日本大明出访的时候啊，两岸的百姓见到以后全必须跪在地下，跪在道路两旁，跪静静在。如果有人敢穿过大明前进的道路横穿过去的话。 周围的武士可以跳过去把，把拿刀把他砍杀之后呢，是没有罪责的。 这个是当时日本江湖时代的制度。对，这就,就是藐视王朝。对,对，这个估计这个立法委员的今后权威越来越大，我们肯定要在路边跪在旁边。现在会引发争议，就是明明讲是国会改革，<对>结果变成国会扩权，<对>根本没有改革的部分，都改别人不改自己，那就是国会扩权。<对>我今天都觉得我讲话好顺畅，不笑<对>大哥只对我点头微笑。是是。是失败也是。OK，那那就是说。 呃，怎么说呢？这这我，我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他们的意思是，应该是怎么说呢？把国会扩权之后呢，呃，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机能，他们的逻辑啊，我听的。然后呢，监督防止这个政府贪污，他是这个逻辑。但是我我个人作为一个外国媒体来觉，我在台湾生活四年多，我认为台台湾的贪污现象绝对是有，这个是是有的。但是严重不严重是绝对不严重，在全世界的。 二百个两百个国家地区的青年指数，台湾是大概二十名左右。所以说，生活在台湾，你感到受到贪政府官员贪污的困扰，其实是很少很少的。那么当然要监督，但是绝不是优先的顺序。那么这一届国会，这二、个、月刚刚开始嘛，任期嘛。 在短短的过个三个月之内，就把这么一个一般国民不是重要的事情要改变自台湾。如果这个扩权以后，台湾现在五权宪法本来就有点稀里糊涂的嘛，扩展到一个这么改变国体，如果花三年五年讨论，我觉得是可以要实行的。但是这么短短的几个月，确实感觉感觉非常非常匆忙，这个也是。 民进党反对的一个主要原因吧，就是逃根不种。没没错，呃，应该是说根本没有讨论。对，呃，我想其实我们不断的在这几次的院会当中，从十七号到二十一号，嗯、然后一路我们所每个礼拜五跟礼拜二所开的院会，都不止一次的强调，这个法案它超过二十个以上的版本，而这二十个以上的版本还不包含民进党也有提的版本，嗯、那只有国民党加民众党的版本超过二十一个。 再加上后来他们又提的所谓修正动议，再修正动议，嗯、而这些版本是在委员会的时候没有经过讨论。嗯、这一次应该修正的立委的立院职权行使法里面的法条超过八十条，嗯、但是这一条一条的，就像我刚刚举例的几项哈，嗯、这真的不是开玩笑，在委员会当中是没有细部讨论。<對>我我来举个比比比喻啦，就是说，如果说把立院职权行使法当成一件我们原本。 已经穿在身上的衣服，那我现在要把它拿下来重修。那么这些蓝白的立委呢，就是民众党跟国民党立委，单单这件衣服要拿下来，就提了至少二十张的修正稿。这二十张的修正稿，有人可能要改成呃。 比较露肩的，有的人要改成这个呃呃肩膀加宽的，其实是不尽相同。你是不是要把它兜起来，变成一张完整的稿子？嗯、否则就会四不像。嗯、可是他现在变成是这二十几个版本，他没有在一个委员会里面讨论，就全部说、嗯、来我这个二十张，我就送进去一百一十三人的院会当中，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那个呃有人举手表决啊，然后我们甚至于很混乱，为什么？因为。 这二十几张当中，那你最后用哪一张？用哪一张？嗯、结果用了一个，就是呃，国民党那时候漏夜排队，然后黄国昌委员跟傅昆琪委员、嗯、两个人半夜抽出来画的这一张版本，作作为他们最后的版本。嗯、可是为什么把另外国民党的委员的那些版本取舍掉，或民众党版本取舍掉？嗯、没有讨论，没有原因。唯一的讨论就是大家在立法院看到，后来民进党不断争取的说。 我们知道我们表决会输，但是至少要让我们说，你现在所提出来的版本有多么的荒谬，让全民知道。那我们在乎的，就像刚石板说的，你应该要让我们把这中间的矛盾或是有问题，比如扩权的部分，就像刚石板提到的，我们是五权宪法，所以我们其实还有监察院，对于官员。 的贪污腐败的部分是监察院要提起弹劾，然后我们有司法院，所以就刚,刚我们讲的有法官，那法官对于犯罪的行为是要来做判定的。可是现在的立委职权行使法变成是让立委可以私设刑堂，讲白了是这样。我们刚讲的藐视国会，或者是叫一般民众来做听证，都是我先决定了我要处理什么，然后我觉得你有问题，而且里面的规定还讲说，只要超过五个委员。 提案就可以来举行听证或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呃委员会来调查，那等于是说每个五个委员就可以针对他希望的事情来做调查，然后沿用所谓藐视国会，官员是藐视国会，一般民众的话就是认为你有虚伪陈述哦、呃，或者是一样藐视国会，我就送给法院，送给检察官，叫他来处理你，那这个完全就是。 一个立法权凌驾到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那未来说不定连考试权，他也会定定别的方法把它凌驾起来。那我们就不是五权宪法，我们是立法院立法权独大。嗯，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次表决，大家常说就是突然变成举手表决了嘛？举手表决的话，而且清点人数，有的时候投票好像有一次十七号那一天在场人数一百零八人，然后投出一百一十票。 如果真的在在如果在国外的话，马上这个投票就全部无效嘛？是。那这种状况是怎么怎么搞的？有两个人是。对，其实我我先讲一下，就是立法院其实有一百一十三人。对。那我们已经先进到其实是可以按零按钮投票，所以在如果这是我们立法院的议事场的话，这边会有一个出席啊，会有一个出席，然后。 呃，赞成、反对、嗯、好跟弃权，嗯、好，那你可以按。那按灯之前会有一张表决卡，嗯、这个在前一阵子二月一号开议的时候，其实有跟大家讲过。嗯 照理说，大家坐在位置上，那讨论完之后就来表决，这是很正常的。但是那一天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国民党一直强调是说他怕我们中断议事不开会，所以他们就一直站在韩国瑜的身边。大家看画面，最近的新闻他就看得出来，他们就在那边站着。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强调了，我们其实是要开会，我们最怕的其实就是。 强行表决，让我们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嗯、所以我们就请他们说：“你们国民党的委员，你们就下来表决吧。”对，但他们不要，那不要不在位置上了怎么办？那就只能用，啊，三十年前过去的这种举手表决，但是举手表决又不坐在位置上会怎么样？嗯、就一片人错落在不一样的地方，议事、嗯、人员在点，所以就被我发现了不止一次哦。我现在讲，他是不止一次。嗯 这只是其中一次被我拍到，因为你是举手表决，你就要开始清点人数。这张是议事人员只好拿到现场，那他们其实是用一个分区的方法，就是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第四区、第五区，因为委员们变成不坐在自己位置上，是坐落在每一个主席台前，所以他们就来哦，第一区是三哦，五十二十六，那这边是赞成。 而且因为有一次，因为我们有重复表决，所以这是第一次表决，<对>这是重复表决，<对>然后这是赞成，六十<对>票，这是反对两次的反对，第一次表决跟重复表决五十票，嗯、我们都知道这是非常简单的。我想，电视前面的国小学生都会的，就是六十加五十，请问多少，彭笑老师？ 呃，我我手指不够 <laughs>。<对>你没有回答，藐视国会。是是是是你你你这个呃虚虚应回答，藐视国会。好，六十加五十是一百一十嘛，对,对不对？可是现场当时的人数是第一次算一百零八，第二次算一百零九，言下之意都没有一百一，那这个表决根本就是完全是，请问是坐票吗？ 那这样子在出现在国会殿堂，就像石板你说的，在任何一个状况底下，这个表决都是无效的，而且不止这样的一次，我手上至少就拿到三张这样的，等于是有三次的表决，三个法规法条，这样就这样子过关了。是但是，我跟韩国有有人举两只手，输了两次，<laughs> 有可能，有可能，对，大概就是在举手的时候，对，有可能,有可能，或者有移动地方嘛？一开始在 A 的角度举手。 待会为了保护韩国瑜，跑到 B 区又举手，也有可能。也有可能那言下之意就是，<laughs> 这是最呃不科学，或者是最落后的方式，<对>或者是说人数很少。嗯、比如说像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就说、嗯、你们在委员会也是举手表决啊。比如我们程序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嗯、我同意，那是第一。委员会里面没有表决器，就我刚刚开场讲的表决器。嗯、再来委员会，呃，立法院的委员会因为有八个。 好，那所以说每一个委员会不超过十二到十三人，你去平均除下去嘛。那十二十三人在现场很好数啊，一百一十三人很难数啊。对，所以我认为这个都很容易有出错。那既然这样，而且我们不止一次跟韩国瑜抗议说，你这个就是人数出错了，是不是应该要暂停，或者是不是应该要回到座位上用表决器？但国民党就始终没有同意。那韩国瑜也不断的在我们提出说要所谓。 点唱名表决，其实唱名表决当然就是，除非一个一个唱嘛，比如说<对>哦，林楚英<对>、呃、啊、石坂民夫啊、黄鹏孝啊唱名，那这样很慢。那你就是回到用表决器，<对>那你就可以显示在大的电视墙上面，清清楚楚。嗯、那我也其实怀疑啦，是不是这些法律他们自己很多国民党的人也有疑虑？嗯、所以如果要秀在整个大电视墙上，那等于就是。 历史会记上这一笔，也知道谁。那比如说像现在这样子好了，我们知道有六十个人赞成，嗯、但是这六十个人到底是谁？是谁对，对，那就不知道，因为你也不能任意的去说谁有<对>谁没有，我们只能说是国民党团，嗯，加民众党团，嗯、因为国民党是五十二，然后两位呃无党籍的委员，<对>再加八席呃民众党的委员、嗯、这样子，对。 嗯，确实是我，我觉得这是蛮奇怪的。在中国的那个人大是举举,举手表决嘛，然后是不那个同意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然后那个工作人员站在那个路口，然后再数嘛，然后还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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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最后说全票没有反对，全票通过，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实际上给大家施加压力嘛，让大家不敢举手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既既然是立法委员是民意代表嘛。 他到底是赞成反对的？应该对自己投票给自己的人说清楚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状况。彭校大哥对，对您对这个国会的乱象最近有怎么看法？如果按照刚才楚一委员讲的哈，这个法一旦通过以后，我们在电视上面如果对国会有任何意见，哎，只要五个委员提案，哎、嗯，我就可能要到立法院去这个接受他们的呃呃各种的拷问。 对、啊，说实在啊，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叫五权宪法，现在如果按照这个方法的话，叫五元宪法啊，<laughs> 五个立法委员可以决定一切啊，没有几乎没有什么啊逃脱的过啊，所以我在想到说，这个前不久我一直非常玉足的一点呢，就是呃中共公布的那个呃对五个名嘴的呃这种这种制裁。制裁嗯 榜上无名，表示我们不够分量。但是我发现说，如果今天五个立法委员要我到立法院的话，哎呦，那我可真的是比比共产党啊，说我是什么，我我我更严重啊，对不对？我随时有可能坐牢、罚钱，而且连续罚，哎，就罚到我要要认罪，要匍匐在地。哎呀，立委万岁！ 我觉得这个是这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呃让人不可思议啊。那么今天谁赋予你说呃你有这么大的权利？啊？坦白讲，如果说当初的宪法啊，国民党现在没事就提《中华民国宪法》，如果当初宪法里面有关于立法院的这一章有这样设计的话，那是宪法赋予的。<是>那现在。 是你们立法院自己通过的，哎、啊，这叫什么啊？自我加持啊，对不对？你自我加持到这种地步，那你简直就改变了这个我们原来五权宪法的那个基本架构。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说五权宪法，或者像美国的三权宪法、三权分立，对不对？主要就是所谓的 check and balance，制衡嘛，对不对？除了制以外，还有一个衡，衡是什么？ 就平衡，不能让任何一个权独大。如果今天按照立法院所通过的啊，所所希望所要通过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就使得立法权独大。就像刚才，楚英文讲的，因为你已经这个球员兼裁判还还不算啊，你还兼观众啊，你还兼那个、这个这个呃这个这个呃呃赌盘。 说实在太过分了，我我我觉得这样的事情，这个呃，看台湾的公民社会能够能够忍耐到什么程度啊？这个那一些的立委那六十个赞成的，你们要挺身而出啊，跟我们说清楚，对不对？说实在，不要忘记啊，不要以为立委这么大啊，天大地大没有人民大、啊。今天如果说让台湾的公民社会。 突破了他的底线的话，所有的一切会出现反弹。朱央委员，国民党天天在讲尊重宪法，尊重宪法，这个确实是宪法有问题。而且国民党统治台湾五十多年的时候，从来颁、嗯、颁定了一个叫《动员勘探时期特别条例》临时条款，就根本没有实行宪法嘛。他自己当政的时候，完全无视于宪法，弄一个法律把自己变成太上皇，高高在上，然后自己当在野党就。 说要尊重宪法，然后现在马上提出一个法案，就开始涉嫌违宪，这是一个非非常最不尊重这个宪法的一个政党啊！这个涉嫌违宪这这方面的委员你怎么看？其实最明显的部分，当然就是立法院其实是一个立法机关，它不是一个行政机关，<对>所以说我们只能定定法律。对啊，我们可以做修法，但是比如像现在他讲到的，呃，可以有。 罚还的这个部分，比如说像这个呃二十五条有关于官员藐视国会。<对>那么现在这里只有罚还的部分嘛？他就是说，呃，五人以上委员只要连署或复议，那经院会就可以处以两万或二十万以下，二十万以下的罚还。嗯、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立法院可以罚人家钱吗？通常我们如果今天交通违规，嗯，那是不是警察局开了罚单？那么这个是警察相关的单位去裁罚。嗯、对。好，那如果说你今天。 逃漏税被抓到了，那是财政部国税局，他会去给你查税。这些其实都是行政机关，他才有行政的权利去进行财罚。这是行政法上面相关的规定。我们是一个立法机关，我就打个比方，如果现在有官员被罚两万，那请问立法院开罚单吗？ 嗯、这听起来就是非常的荒谬。嗯、立法权是立法，它不负责财法；然后再来是五个委员联署就可以复议或者是来进行财法。等于是说我私设刑堂。对，嗯、你变成是说我说了算，所以我要罚你，嗯、那你就侵害到了司法权。对，对这也是不对的。彭校委员刚刚所讲的真的非常好，就是五权宪法里面为什么要分开，就是因为权力的部分是要互相。 呃，彼此监督跟制衡，嗯，但现在变成是一个太上立法院，嗯，我先侵害司法权，我说我可以罚你，然后我侵害司司法权、行政权，我可以开你罚单，嗯，然后开了罚单之后缴到哪里？然后他凭什么收？这一切都非常的荒谬，这就完全违宪。我想，观众朋友一定会觉得说，那这个就是你们官员被罚呀？那这有什么？不是二十五条规定官员，然后。 四十七跟四十八条当中，你看它上面就写了，行政机关之外，部队、法人、团体及社会上有关的相关人士，都要到五日之内来缴交相关的文件。嗯、言下之意就是，没有人是局外人。嗯、等于他能够想得到的，都在。 四十七条里面规定了，然后都有四十八条有相关的法则，就是法则定在四十八条。同样的，就是他一样是认为你不提供资料、你隐匿、你拒绝、你拖延，就可以在立法院院会决议。嗯、现在的立法院就是像刚刚会出现六十赞，现场一百零八人，六十人赞成，五十人反对哦。对然后你可能就不明不白的。 被罚一万块以上十万块以下，而且可以暗自处罚到你更正为止。我真的觉得这太太恐怖了。我觉得我自己身为立法委员，<对>但是我不要这样的权利，我也不要我自己身为一个立法委员，嗯、我变成这样，因为这已经变国会扩权，不是国会改革。他都罚到你改为止，所以不是改国会，<对>是国会改这个法律来让大家听话。 太可怕了，对，不是发二十万能解决所有问题。发完二十万你不改的话，又是个二十万，又、就是、是直到发到倾家荡产为止。<coughs> 另外一个像，像像我基本上在我属于外外籍的这个媒体人，按理说我跟台湾社会，我除了交税以外，也很多没有权利，很多没有义务。是，但是说应该也算成社会相关人士嘛？因为,因为不可能是社会无关人士嘛，<laughs> 对不对？一定有某种因有相关人士嘛。所以说，比如说我交税了，这也就是我也可能被被罚罚款。 嗯，就是没有人是局外人。嗯、你活在呃中华民国台湾这片土地上面，嗯嗯、它一定跟某一种事情相关。我今天讲，我其实不要讲说只是媒体，嗯啊，包括其实很多的议题，如果你们在脸书上你没有发表评论，你都可能被调来。那更不要说，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有很多产业跟企业都有营业秘密。嗯，那所谓的法人就是公司行号也算法人嘛？对。那今天。 有没有可能某一个委员在关心相关的一个啊、哦？我们现在讲管医疗生计，对，我们在讲半导体。好，那可不可以请某一个公司你就公开你的秘密，你的相关的不最简单的，我我是记者嘛，如果我在演说上或者在我的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报就是爆出一个重大的新闻，独家报道，被叫到立法院说是谁告诉你的？ 对，作为记者的记者的职业道德来说，我只能去做到嘛。嗯，如果我把如果说完以后，我就没在媒体圈没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了。所以像，像像这种事事情，他如果他不爽的话，他就可以给你叫过去。 然后让你你你不会坐牢，你就是从罚二两两万到二十万以上的罚还，嗯、一直罚罚到你愿意吐露真相为止。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哦，对人民来说，嗯嗯嗯嗯嗯、请家暴传、嗯、很可怕。对，还是坐牢比较好。嗯、对，OK，我就我觉得这这确实这个法律好像是在国在在日本日本也有一个，就是在这国会叫证人呃传唤证人呃。 传唤法院法律，它是有很多免责的。第一就是说，如果是牵扯到你，你如果这个在国会上让你作为、呃、发言，但是说你觉得这个可能发言会牵扯到我和我的家人或者和我很亲密的人士的要去做了有法律责任的话，我可以拒绝发言。另外一个，我是医生，我是律师、会计师、宗教人士，包括记者，这些人如果说是你在职业上知道的秘密，然后。 这个国会要求你说出来的话，你可以拒绝。在日日本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拒绝的方法案，在台湾这个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怎么说脱发就是说特定的条件可以不拒绝吧？呃，应该是说现在修订的这个版本里面没有加入这个部分，嗯嗯、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刚刚开场的时候就强调，我们知道我们表决会输，可是我们一直要求的是要讨论，民主就是讨论、协商，嗯嗯、然后最后。 不得已，我们来表决。如果有共识，或是能达到最大的共识就好了。嗯、在我刚刚讲的，呃，八十条将近八十条的这个修正的过程当中。嗯 那么其实我们民进党呢，一共登记了两千一千两百四十一次的发言，就是每一个刚刚我讲到的，不论是二十五条、呃四十七、四十八条，就任何的这个条文当中，我们都觉得有很大的问题。那我希望透过发言来让民众知道，因为委员会已经没有细致的讨论了嘛，那就只剩下最后的发言时间。可是呢，我们民进党一千两百次的登记当中，其实我们有一千一百五十五次是我们登记，国民党自己也有登记十次哦。 然后，呃，民众党也有登记七十六，这都是指人次。就是因为像以我来讲好了，我每一条我都觉得有很大的问题，我都有去登记发言。那我们民党很多的委员大概都是这样，沈波阳也是。好，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一条就像刚刚的二十五条哦，讲到官员的藐视国会罪，一个人上去之后，马上国民党就说现在停止发言。 然后就表决，就扼杀了后面更多讨论的空间。所以，也许像刚刚石板所讲的，如果你要定，你真的要查所谓的弊案，你真的认为有所谓的八年过去，呃，蔡英文其实有所谓的弊案，你想查，那么你应该是要做一些合法的规定，不要去抵触现有的刑法。嗯、可是他们没有，他们等于是。 每一个刚刚我们讲的，就像我们刚刚这样子，我很感谢石板让我今天一直发言，因为我在立法院当中，<对>我就以这个呃二十一号来说好了，从早上九点到晚上的十二点，我每一个条次每一个法案我都有登记发言，但是我等了十六小时，我一次都没有说到话。 主要在这里，我们不敢插嘴。<laughs> <laughs> 我，就,就这虽然是玩笑话，但是显然充满了荒谬性。對對對那像这个东西，是不是都应该要做一个明犯的规范？比如，什么样状况叫插嘴？包括你说这个官员的藐视国会罪好了，<對>那他提到的反咨询，到底什么叫做反咨询呢？什么是反咨询？就应该要有一个定义嘛。第一条上面就写的，不得反咨询。那。 什什么样的状况叫反咨询？就不能回嘴就对了不能反提问，对，可是不能反提问，比如说，如果今天我说石板，请问你今天早上吃什么？没听清楚。不行，反咨询。你反咨询哦。对。就可能我稍微口齿不清一点，我靠，我稍微的发音不标准一点，那我就想要请问他说，请问委员，你刚刚说，嗯，我没听清楚。做什么？是你反咨询，不行，就是。 必须要多加一些限制跟那你就必须要讨论，但是在这样一个<是>呃空白定义的反咨询三个字会引发很多的笑话，嗯，像最近脸书上面不就出现了梗图，嗯，就是某委员问问官员说，嗯、请问你觉得我长得漂亮吗？嗯，如果讲这个漂亮也不对，讲不漂亮也不对，讲<是>不知道更不行，更不行。那如果 反稍微说，那你的漂亮定义是什么？哇，不得了！反咨询都是藐视国会。这虽然也许是笑话，但是它就凸显出了，因为没有更细致的规范，嗯、包括刚刚我们讲到的有关于呃这个邀请人来作答的时候，什么样的东西、嗯、不回答不属于藐视国会？那怎么样的回答方式不属于虚应回答？嗯、那这个其实都应该要再定义的。嗯 啊、哦，你你有什么要？我我我一直不敢插嘴。<laughs> 那么，事实上我发现这个，在这个呃五元宪法制之下啊，只要有五个马文军们或五个徐小庆们，那他们永远无罪啊，对不对？这个，所以为什么这样急于推啊？我我觉得真的是语意深远<对>啊。以后呢，而且他还包括军人在内，是啊，换言之，就是说。 呃，传传到哪个？呃，黄曙光，你来啊！然后呃，那个浅见怎么样？啊、他他啊，他不能，他他不能说我我不知道哎、欸，对不对？他也不能说我我我不能讲哎、欸，对不对？啊，因为你能不能讲不是你决定，而是这五个委员决定的。所以在目前立法院的这种的这个权力架构之下，我说实在，这个这第一个。 匪谍失业，嗯，匪谍失业啊？为什么不需要匪谍嘛？哪需要匪谍？对不对？公开在立法院的公报，在立法院的这个这个摄像头面前，你什么你要什么？只要透过相关管道，动员五个委员，你可以要一切。我真的为大陆的匪谍感到很悲哀耶。啊，那将来你们怎么办呢、啊？这个确实是不，还有一个在，比如说像。 军军事上的秘密、国防上的秘密，有的立法委员就会把它寄到别的国家的大使馆去嘛。这个、嗯、是，然后有的就会把这个秘密拿出来放在脸书上。这些秘密一旦在国会曝光的话，这个对台湾的伤害非常非常大嘛。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某某立委拿的这个台湾外国的朋友帮助台湾的这些事情，他把它支出来以后，那么这个也许这个朋友没有马上的危险，但是说。 别人再想帮台湾的，大家会考虑一下吗？就害怕，对，就害怕嘛。这个对台湾伤害很大。另外一个，我觉得对台湾，比如说外国外资要投资台湾，比如我是制药厂，那我可能这是我的很多企企业的秘密啊，我的药的配方，对如果被你弄出来怎么办？我就所以说，对外国，你有这个法律在，你实行不实行？另外说，但是外国对来说，外国来说，他进军台湾的风险就提高了嘛？是，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对台湾的也是有很大的负面的。 状况，还有一个现在提到这个总统要来这个国情报告、嗯、这个事情，呃，很多观众可能还不太懂，你觉得这个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吗？呃、依照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那么总统确实是可以在上任之后到立法院来进行国情报告，在立法院的邀请之下可以，嗯，但是只此一次。 并没有说一定要进行所谓的即问即答。我我先讲，我们其实今天一直在讲的就是说，呃，五权宪法，五权宪法。我们以前不论是念公民啦，哈，或是像在我这个年代，这个师范可能不知道，我们还是有一个科目叫做就是宪法的五权宪法哈。那那我相信现在也有，都放在学生的社会科学里面。 呃，我们既然是五权宪法的话，那么立法院监督的是行政院，所以这是为什么行政院院长啊、呃，每一任的行政院院长上任之后，要到立法院来做施政的报告并备询，嗯、这个是立法院直接的去监督行政权，这原本就是五权宪法的设计。但是总统呢，总统基本上他并不是被行政院呃。 应该说，他指派行政院，然后他不是被立法院所指派监督的。可是，如果现在依照已经通过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总统是到立法院来被询之外呢，他还可以进行所谓的即问即答。呃，现在二读就是十七号通过的版本，我来念给大家听：就是立法院在每年集会时，可以邀总统到立法院来进行国情报告，所以总统在每年二月一号就要向立法院来交国情报告书。 然后三月一号以前就要到立法院来进行国情报告。那至于说就任之后呢，所递交的国情报告书要在一个月以内送进来，而且要进行口头提问，总统要依时序来回答。那这个就等于是超越宪法。嗯，对宪法只是说你就是前面这一段。<对>好，那应该来，嗯、可是。 原本你应该说，如果你有前面这个部分，就是你规定了啊，如果就任之后你邀请他来立法院报告，而且是时间点是在二月一号上任之后，三月一号以前要交报告书。你把这个执行的细则哦，上任然后什么时候来啊，把它讲清楚，这个可以。但是如果说你变成是超越了宪法，把总统邀请来之外。 还要像你在立法院看到执行行政院院长或官员一样，嗯、一问一答，即问即答。嗯、我先说第一个，他除了超越宪法之外，那你在画面上看到，那大家就会问：总统指派行政院院长，然后行政院不问，你现在直接问总统。嗯、那所以行政院是想要废，呃，立法院是想要废掉行政院吗？嗯，他完全是超越了宪法的设定，嗯、成为。 立法院的这些委员们成为超越宪法的立委，嗯，这也是非常的危险而发荒谬。朱云委员，那同时现在这个人事同意权其实也是同样的逻辑嘛？人事同意权本来是立法院没有必要通过的，但是他现在要大幅步强化。是，而且他就要求要用记名的方式，而且这些被、嗯、呃提出来的相关的这些被提名人，你不只是要交你的学历。 哦、学历这个就非常有趣了。他在这个学历当中要求说，要缴交你最高学历的论文。那言下之意就是你要写论文，你才交出来啊。比如像我就老实说，那我现在是大学学历，我是学士。那我毕业的时候没有写论文，所以我我要去哪里找出一本论文来提交？因为它上面就直接写最高学历了。所以这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学历提示，呃，学历歧视哦。你没有论文的人，或者是有些。 呃，我相信现在还有有一些学学位，他其实是不用写论文的。嗯，那那那你怎么办？那这个都是在制定的过程中很诡异的，然后还要要求不只是公布你的财产，还要公布你的报税资料。嗯，那这个变成是立院蓝白联手要查水表吗？他说阳光法案，<laughs> 但是立法委员的阳光法案当中也没有要缴交税及资料，只要交求你的资产。嗯 就是你有多少的动产、不动产，嗯、然后贵重的这些饰品啊、啊名画啦，嗯、然后有价证券，好、啊，嗯、然后在你的负债是多少？所以我觉得在这些规范当中，在人事同意权当中，它都超越了一般我们认为的逻辑。对，我觉我觉得查你负债多少的是。 要买房子给你贷款的人是他有资格判 <laughs> <是>你还不起吗？对，那查学历是你要是考学升学或者你要评教授的时候要查你的论文嘛？按理说，作为国家官员的话，是任何人。 都可以，没有不没有这学历歧视嘛？比如说我只有国中毕业、啊，我哪哪有什么论文可以写啊？对不对？那我那我你就我就没资格做官吗？我可能在某一些地方我做了很好的社会贡献，嗯、这这这也是啊。那另外一个，我却负债很多，我不想让人知道，这个不可以吗？那我就不能当官吗？这是影响严重，这个侵犯别人的隐私嘛？我觉得这这些怎么这么荒谬的法律可以？我我我不知道这个别的国家有没有，至少我。 知道的日本是美国，应该是没有这些，就是毫无关系的嘛？你你复读负债多少钱，跟你做官有有什么关系？因为你的学历，你应该是说你就任了，真的通过了，那你要进入阳光法案，对，你要去填写，就是我们这些公职人员，嗯，或者是被授予一定权利的人，你要缴交你的财产申报，你要申报，<laughs> 但是并不是说我在审查你的同时，我就已经要去看你的所有。 资产负债，甚至于税务、税收。<对>如果今天是公司负责人的话，<对>赚多少钱的、嗯、上上期缴了多少的税，嗯、然后是什么税？我觉得这个，呃，说起来是很荒谬，<对>但是他们却讲的很很正常。对,对公布财产的，其实某大某种意义上就是说，你你多少财产都没关系，但是说你任官这这段期间，你之前之后的财产公报。 你突然间财产增加很多，是就大家来去查你的财产不明真相嘛？这个或者你如果骗人的话，你是伪伪证嘛？这是防止监督官员不被这个不贪污的一个问题。但是说如果就任的时候要向国会申请，这也是很非常荒谬的一个事情。是审查的时候就要交出来咯，对，那等于是也让所有的人不敢来为国家服务。对、嗯，因为，呃，我们的阳光法案就像石板讲的非常好，是我现在当立委了。 所以说我必须要缴交我的相关的资产，让大家知道，因为我上任期间我有这么呃大概收入是多少，资产是多少，负债是多少。那我四年立委当完了，我卸任之后，大家会去检视这过程当中，你阳不阳光，你透不透明，有没有突然间平白多了一栋房子？那呃你的资金的起源就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为了这个。 <對>但是没有说，我只是要被你提名成什么，你就要先把你的家世、家底全部通通交出来，<對>尤其是学历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最不能接受。<對>我们有很多的人士的同意的过程中，有很多是专家学者，不能应该只看学历。<對>但是你却要讲究最高学历的论文，这一听就知道这是充满了精英歧视的一个法规，就认为所有被提名的人，你都应该要念研究所，<對>甚至于以上。 对，我觉得这这确实是很有问题。啊、那我想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就是这法律立法院全部通过以后，因为现在有人说话，如果抗争的办法，还有一个办法是请大法官示宪，这个你这这个法律的逻辑是怎么样？就是说，挡住的可能性有有多大？ 呃，应该是说大法官的视线是我们穷尽一切的方法要阻挡这个法律都没有办法。<laughs> 那包括现在我们不断的为什么要求要论述，<laughs> 就是我们必须在立定法定的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为反对的，我们要把在立法院当中把反对的意见陈述出来，再来就是要表决。<laughs> 那包括我们也收集了像这个，就是不止一次，就是。 票数不对，跟现场人数跟投票出来的票数不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那我们会搜集了之后，我们会提交给大法官，因为最重要的还是这样的法律你要怎么实施？你一旦实施之后，你可能会抵触其他更多相关的法律，我们都会把它提起出来之后，交给大法官会议来提起视线。那这个过程中就要看，呃，我们现在讨论了这么多，然后大法官会依照现有的法规，还有现有的呃意识在通过的过程中的程序不正义。 包括跳过了委员会的讨论，然后进到院会当中又不给讨论，然后又在表决的过程当中出现。 表决瑕疵，那这些东西都可能成为大法官他作为违宪的才是但更重要、更重要，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依照宪法来、嗯、来制定。我们刚刚其实讲了非常多的，<是>包括他怎么样的去抵触五权宪法，怎么样的变成是国会扩权，然后变成是太上立法院。那这些东西都跟宪法做抵触的时候。 大法官会依照这些资料来做判定。我自己认为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只要你有念法律、了解法律的，都会知道说，因为它就是急救章，嗯，甚至于就是黑箱，嗯、只是两个人，因为最后就是傅坤奇加黄国昌两个人半夜讨论出来的，就是在十七号、十六号的晚上、十七号要进去一场之前丢出来的东西。那这样的东西，我只能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法律见解是天下无敌，<对>那一定都要讨论。 嗯、那个，那个大哥，我觉得台湾的这历届的民，从这个野百合，一直到民主化运动，包括从以前的党外，到这个十年前的太阳花，以及到这一次民众又在这个立法院门口抗争，其实我觉得都是公权力在扩张，来这个侵犯大家的人权，让大家觉得恐怖和不安。我觉得动机都是一样的。 那么过去是国民党，那后来呢还是国民党，现在也是国民党。对。那么过去国民党是威权，现在呢好像和对岸的威权结合在一起了。黄大哥，你怎么看这个台湾这么多年这一直在重复同样一件事情？嗯，我很惭愧啊，就是因为我生生长在一个国民党家庭呢，然后又在这个呃国民党的军校里面呃受了这个党军党国教育啊、呃，一路出来。 然后又在国民党的党中央的政策会当过总干事，所以这个一生呢、啊，这个国民党气息。不过呢，话说回来，啊，正因为说我我这个呃书读多了以后越来越反动啊，所以让我看到说，哎，过去国民党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们认为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回过头来，因为我学了宪法，我学了。 比较政治啊，我学了国际公法，我学了这个美国历史、英国历史以後，又我发现说，天哪！今天过去，中国国民党所做的跟中国共产党是一样的。那么今天说实在，这样子搞下去的话，那么我觉得说，为什么傅昆奇会在开议之前呢，带着各委员会都至少有一个人跟着他到中国去啊，到政协啊去？说实在。 真的，傅昆萁也要告诉我们，到底啊，你现在搞的这些东西是谁告诉你的，对不对？因为这个这样子弄下去，我们整个的民主制度没办法运作。刚才重我委员讲了，说大法官的视线，坦白讲，有些事情啊不需要大法官视线，因为宪法条文摆在那里，总统的职权，立法院啊，这个行政院啊，呃，监察院。 职权非常清楚摆在那里，总统应不应该到立法院去被询啊？应不应该即问即答？这是宪法应该要写明白啊！如果说你今天你要超过了宪法的规定，那你干脆就修宪嘛，对不对？也是一个办法。你不经过修宪，你想说透过修法来产生一个影响到宪法的原来规定的那样一个结果？ 那你这个事情不，不真的不用大法官的，稍有法律知识都知道，绝对是违宪的。对呃，这么重要的国会法这个改革，在这这一届立,立委刚,刚刚上任两三个月就开始强行突突破，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想给爱清德难堪嘛，想让爱清德上任之前、嗯、就给他一个下马威，就把他的权总统的权力缩小嘛。我想这个是呃很明显是。 呃，有一些政治上的呃，怎么说动机的那个马英九前总统说，赖政府是上任以后，两岸会面临这个不可预测的风险啊。这个委员作为这个民进党发言人，您对这这些怎么回应？呃，我我现在其实是呃，不是民进党的发言人、嗯、那现在是党团的副干事长。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马英九他其实不断的哦，就是有一种觉得还在持续找舞台啦。 对,对，因为呃，对于他来说，嗯、国民党现在党内也有所谓的代言人争霸战，嗯、<laughs> 就像刚刚彭笑哥讲的嘛，嗯、傅昆奇一上任之后，嗯、马上浩浩荡荡带了二十几个立法委员到中国去，嗯、而且是各个委员会都一定要派代表出席。哦、<呦>那你要知道，他傅昆奇后面站的是一票的立委，嗯、那这些立委不论。 呃，他们是来自于台湾的哪里？至少他是选出来的，就感觉上像是带了一票民意基础去。那马英九在他之前，他就只是一个卸任的国民党选出来的总统，所以某种程度，他现在只有用更极端的话、更刺激的话来争取他的发言权。但是我自己看这个部分，其实他比较充满的是国民党内的权力。 <对>的竞逐，就谁现在讲的话比较能够让中共或中国认为说哦，他比较能够执行我的意志，或、就是他比较有 power。嗯，所以我自己认为他说什么两岸面临不测的风险或什么，最重要的还是马英九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台湾人？<coughs> 因为你太多的时候，比如说选举前，他居然讲说哦我们要相信习近平。嗯，更多的时候他是利用这些言论来争取代言中国的方式。嗯，所以我比较怀疑的是就是。 你到底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马英九选前做过那么多努力，又去中国哭过那么多次，还什么唱什么长城谣。嗯、但是现在作为习近平来看，傅坤奇的效率要高得多、啊。嗯、<对>是他这傅坤奇一出手，整个台湾就立法就天翻地覆。对，这个马英九哭过那么多次，影响也并不是很大。这个看看傅坤奇渐渐的会取代马英九的意，您看这个？呃，当当然了，这个傅坤奇有他。 他的那种江湖的这个这、那个套路、啊，不过说实在，我觉得这个有些人啊，看起来很聪明了，啊，<对>呃，闽南话讲的敢跳啊。但是话说回来，这个社会啊，这个人、呃、还是有一道正义的，就所谓的公义。嗯、这个公益是看起来很抽象，但是这样很抽象的东西，却主导了我们这个公民社会一个健康的发展。 所以不要以为说用这些干靠的方式啊，一时之间能够造成啊，立法院天翻地覆，可以造成整个我们的宪政运作产生困难。最终的结果还是以所谓公益使邦国高涨，嗯，这样的一个社会公益能不能接受，能够容忍到什么时候？ 否则的话，任何一个人以为说我上了台，我掌握了哪些的公权力以后，我能为所欲为；我掌握了多少票数以后，我能为所欲为，那你就想的太简单了。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呃民主制度也有若干时间的。不过呢，这也提醒我们，一个民主的成熟需要相当时间。那么所有的过程都是考验，同时也。 经过这些考验，可以让我们的民主将来会更成熟。对我当时刚来台湾的时候，我听一一些国民党人讲的一句话，说国民党自宋楚瑜之后无能人，就是剩下都是一群书生、书生学者草包。现在呢，我觉得傅昆奇的能量很强啊，他有可能能够带着这个国民党兴风作浪一番啊。但是我觉得。 呃，怎么说呢？我这几次这几次晚上，我到立法院门口去看，我觉得也并不见得完全是坏事。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年轻人又回来了。嗯嗯，年轻人现在有通信，我觉得年轻人他们在选举的时候，他们去投给这个柯文哲，跟着民众党走，是他们确实觉得自己的，比如说房子、住贷，自己觉得没有。 接受到这个台湾的社会这个经济成长的恩惠，有点这个贫富分配没有到自己，这些不满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当时没有投选择这个执政党，但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觉得他没有回来。我我看到这几天的立法院门口聚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这一点我觉得相信年轻人他们还是十年前的太阳花，其实就救了台湾。那么现在这一次，我想还可能有会有很大的改变。 那个委员，最后您有什么对这个支持者有什么要讲的吗？<laughs> 其实我比较想说的就是，我知道我们现在因为面临的国会席次上面，我们在表决上面就是不会赢了。嗯。那么呃，现在呃，在野党都说我们是因为表决会输，所以说才在那边闹。其实完全不是，我们其实从来没有打算要呃做全武行。我还记得我回家的时候，我妈妈爸爸很关心的打了一通电话给我。 我跟他们说，其实我最不想的就是去打架，嗯，因为选我来当立委是来论理、来立法的，肢体冲突都是下下车。那我们争取的是，现在我们民进党在立法院是少数了，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把论理说清楚，嗯、把立法的过程为什么要这样的过程，把它讲清楚，嗯、甚至于要符合程序正义，嗯、如果可以的话。 把这些矛盾点、违法点、违宪点，我们讲出来之后，让全民来做公平。就像石板说的，民众眼睛都是雪亮的。这些法律到底是让台湾前进，还是倒退？甚至于让台湾变成香港或像中国这种专制国家？其实民众很清楚，这才是他们为什么要上街。他们上街其实也不是要闹事，是要给我们在立法院的民进党的委员支持，让告诉我们说。 我们做的是对的，我们不孤单。其实他们在外面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也非常的感谢他们。对，我觉得这十年前太阳花的时候，中国的民运的人士陈光诚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宁可看到这个立法院冲突，也不愿看到明天坦克上街。我觉得捍卫台湾的民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今天就坐到这里，谢谢大家。